第十三题，已知锈的熔点为负7.2度 C， 沸点为58.8度 C， 请问锈在哪一个温度下会有蒸发的现象？甲负20度 C， 乙0度 C， 丙20度 C， 丁40度 C。 我们晓得只要是液体，只要是液体，它在任何的温度呢都可以有蒸发的现象。这个题目呢告诉我呢，它的熔点呢是负 7.2 度 C，然后它的沸点呢是 58.8 度 C， 所以呢在这个范围之内呢它就是所谓的液态。那么负20度 C 的甲在这下面，所以它是属于固态的，所以它并不会有蒸发的现象。那么呢0度 C、是在这个范围，20度 C 呢也是在这个范围，然后40度 C 呢还是在这个范围，所以呢在0度、20度跟40度的时候，我们这个锈都是所谓的液态，所以都可以有蒸发的现象。所以呢第13题的答案呢，我们要选的是 C， 仅乙丙丁在0度、20度、40度的时候，我们的锈是液态，都可以有蒸发的现象。